放自营呢？跟在后边1里之外。可离你那么远，怎么保护你啊？这不是有前辈吗？姓徐的小子心机深呐，他调开凤子营就是盼着有杀手出现。想看你出手，从你手段看你身份。哎呀，小丫头聪明啊！哎，不过这小子打错了算盘。 我只保你性命，你手下死绝了也与我无关。凤年他们应该出雍州了吧？从脚程上算，该是如此。出了雍州，就到青州了。青州的靖安王一直和我们北凉针锋相对，世子在青州恐怕会有些波折。朱禄山，在。 你就不要随我去京城了啊！我答应过世子的。你们轻装前行，到达青州需要几日？2日便可。啊！哎，你呀、啊，就守在王府门口，一旦收到了耀英送来的剑穗，你立刻率领本部骑兵赶往青州。义父是要我马踏青州，那不就成造反了吗？ 那我赶去青州该干些什么呀？啊，到时候凤年会交代给你的。那您怎么办啊？京城确实有很多人想让我死，但我一旦去了那个地方，非但没有人敢动我，而且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保我周全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有我北凉大军在，义父便高枕无忧。走了。 嗯。义父，哎，北凉军权交于谁手啊？啊，镇守北凉，非陈之豹莫属。走。把床给我搬过来，老子就要在这儿等剑穗。老子跟你们说话了，搬床去。是，快去！啊！贵爷爷知道这东西来历。我和世子一般年轻时，天下曾有4大宗师，其中之一便是这南国福将红甲。前面拦着那个就是。可这。 福将红甲人当年刺杀先皇，被人毛韩雕寺亲手剥了甲胄，这尸体和红甲都挂在旗上示众，这可做不了假。奇怪了，这红甲又是哪来的？会不会是福将红甲人的子女？不可能，天下红甲只有一副，如今该藏在皇城才对。我去试试。轮不到魏爷冒险，舒修，李钱塘，借马一用，随你用。撤！咱俩谁先谁后，出手也得分个主次吧。 我的。还好，不是四大宗师里的福将红甲。 谁说不是？那这福将红甲应该更强才对啊！这红甲出自龙虎，是上古战甲。可是很少人知道，这红甲可以分成五具，对应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这是水甲，大雨倾盆，威力最甚。那两个打不过他的，叫他们让开，停手，回来。 朝我来的，这就完了。福将红甲一化为五，确实不如归一时强悍，可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击败。 这都没死，虽身有死，这已经不算活人了。到底是人还是仙？对付不了，小舅子还真不好杀。冰沙没戏，再找机会吧。幸亏我练的是刀，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两剑，怕是落下阴影了，再也没有提剑勇气了。你的刀也不怎么样。哎，怎么样，小丫头？比不过白虎脸。那丫头是不错，可与我相差甚远啊。 人家双刀舞的比你好看，嘿，我也会漂亮剑法，长得也比你好看啊，这也能比呀、所以我不做你徒弟，别想了。你的天赋真的不比外头那小子差，若跟我学剑，必成大器。我这身份，本事越高，死得越快。你怕姓徐的小子杀你啊？我看他舍不得。呸，那家伙阴险毒辣，什么事做不出啊？ 我教你啊，保你胜过他。不学，练武太苦。想学的时候记得告诉我啊。为什么非要教我？你天赋不错，还有那蛮不讲理的精气神也合我心意。哎哎。他呢？那小子天赋不错，只是心思太深，还得再看看。 这两剑断了生机，可看上去还活着，怕是最后一口气了。兄弟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看来是不想说，而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能说。怎么讲？我看了，这人神智受损。神智受损？刚才出手可不像。 整个甲州内部都克了，是什么？其中奥秘就快要问车上的人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那红甲人身上的。嗯，这面刻的是什么？瞧着诡秘。 这世上怕是没人知道底细了。小子心思不正啊，拐弯抹角来探底细。前辈知道。哼，知道你就说呀。这是真气。真气。这符箓是用特殊材料刻下，作用是流通真气。真气在这些纹路中流通，不仅仅是流通，还能储存真气。最奇妙的就是，这符箓将真气传入这里。 脑袋里，所以说外面那人不是天生神力。这红甲阴损得很，等于是培养一批死士，再用甲内储存的真气助其伤人，所以我才下了杀手。那里面的人，宁死也不会投降。人买了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把那套甲带走了？如此手段，研究看看。前辈说这福将红甲一共5具，虽说这次只来了1具，难保下次不会全都出现。谁说这次只来1具？方才在树林里还有3具等着。就刚才？嗯。那为什么没出现啊？当然是怕了老夫了。等等，这样加起来也不过4具，还有一个呢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不好，宁峨眉，世子，世子，遇袭了。世子，有一洪家人偷袭凤子营，结果如何？是在下无能，凤子营死伤了40多人，都无法留住那个人，只是将其逼退，最终还是被他逃脱了。宁峨眉甘愿领罪，只求世子饶了凤子营剩余的将士。按北凉军律，作战失利，兵将无能，是何责罚？最少鞭挞，最重斩首。我们这边也遇上了洪家人，他们2个对此可是束手无策。你能将其逼退，已是难得。我再多问一句，激战中，凤子营可有畏战后退之人？一步未退，只有战死的凤子营，没有逃命的北凉兵。好，死伤过半，勇战不退，可称骁勇之士。此战凤子营勇战得胜，有功无罪。起来吧。宁峨眉替凤子营，谢过世子。你把剩余将士带回北凉吧。现在看来，此去东行怕是条死路。北凉铁骑何曾怕死？阵亡的士卒要不要回家？你把他们带回北凉，然后再赶回来。我会放慢速度等你。收买人心的手段不错，新丁的不好说，剩下的兵卒恐怕会为你战死。凤子营没那么容易被收买，我也不愿他们战死。你是世子，他们为你死是天经地义。我接手北凉就是为了颠覆这样的天经地义。这小子有点古怪啊。不说我，前辈方才那2箭惊天动地，我还是忍不住想问前辈名号。我用箭，你可以猜猜。不用猜了，他是李淳罡。小丫头，你怎么猜到的？剑神李淳罡。60年前，剑神李淳罡横绝一世，一把木马牛，战遍天下，未逢敌手。你的剑我听说过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，又有谁还能记得木马牛啊？原来你当时听见了。60年，您今日几岁了？修真气的活得都比普通人长。你小子一身大黄庭加蓝，比我还能熬呢。那既然是上一代剑神，你的剑呢？将你不能问吗？没什么不能问。与王仙芝一战，我的木马牛被他双指折断了。王仙芝赢了？剑都断了，当然是他赢了。然后你要去挑战王仙芝？我就拿个剑匣，不一定非得挑战他。你知道徐丰年要去武帝城？知道。那你还去？你以为我躲在地下是因为败阵断剑怕了王仙芝吗？难道不是？打架打输了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躲着，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是个蠢货而已。世子，咱们要是绕道而行，1天不到就能离开雍州。如果走后山，恐怕要耽搁时日。我知道。世子，车里真是李淳罡？应该不假。这都怎么了？一个名字变成这样，那可是剑神李淳罡啊！江湖代有奇才出，这一位独占鳌头50年，他当年的剑法那是冠绝天下，这风采域内无双，真是令无数侠女痴迷，天下剑客敬仰啊！顾兄，你也痴迷李剑神吗？我可是听他传说长大的，对我来说，他就像剑神林凡一样。青鸟好像没反应啊！我就是个丫鬟，嫌贫爱富的，对穷老头什么的没兴趣。姓林的，你呢？ 吕钱塘，你呢？吕钱塘，我好歹是个读书人，他若能考上状元，我便钦佩。这闷葫芦，咱们抓紧赶路，晚上住观里，遮风挡雨。怎么感觉世子越到青城山，就越高兴呢？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道观？我掐指能算。那可真厉害。世子，这道观有些古怪。哪里古怪？后院的树都被人给伐了。哦，都用来烧火了。烧火了？当时找不到木柴，就把树都给砍了。 原来，世子来过。3年前跟老黄住过这儿。你过得也不容易啊。苏兄和吕钱塘出去捕猎了。 看看能不能搞些野味回来。要我说，还是人多好。上回我跟老黄窝在这儿，饿得头都晕了，就没人愿意出去找吃。怎么？嗯，什么东西？砸人啊！凤子英不在，今晚就是最佳机会。那个吕钱塘之前不是读书人吗？看起来身手一般，我们就把他当做突破口。你倒是挺了解的。哎，你听到我说没有？就这么说定了。 青城山的白果鸡，这都被你们找着了，这下有口福了。世子喜欢就好。吕钱塘呢？在外面呢，说要守着马车，不用搭理他，整天阴着个脸，看着就烦人。哎，我要鸡腿！嘿嘿，哎呦，老黄也喜欢抢鸡腿。敬酒黄，我只知道他叫老黄，好吃懒做，烤地瓜最在行。 来啊，要吃自己拿。嗯，手上拿根棍子干什么？添把火。其妙。嗯。3年前，世子和老黄在这待了多久？有些日子。怎么会留在此处？不是留下，是被山匪抓了。 这山里有山匪，是啊，看见火光来的，没杀你吗？是群傻乎乎的山匪，有老有小，看我跟老黄饿得不行，还分了半只烤鸡给我。还有这样的好事？到后来都成了朋友，离开京城的时候给我塞了好多吃的。重游旧地，是想再遇故人。 还真挺想见到他们的。若是能看到火光，没准真会出现。把钱交出来！人还不少啊。这就是傻乎乎的山匪，不是他们，奇怪了。 这应该是他们的地盘。世子，我常在江湖行走，依我的经验看，占山为王的山匪被换了人，就2种情况。还敢聊天？拿我当假人呐？就是，赶紧把钱掏出来！掏出来！站这边，女的站在这边来。第1种，被夺权赶走。那第2种呢？被新势力赶尽杀绝。我们一个也不浪费。小丫头还学着别人拿匕首。各位大爷，我若是交出这位美人，能否放过我们？反正我们都要死了，能不能再问个事儿？之前的老孟头去哪儿了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待会儿我先砍的就是你，叔兄。 世子，一个也别让他逃了。多努力一点哦。给我杀！是。别张嘴走啊！进来聊。罗密欧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大爷饶命。 来京城多久了？1个多月了。时间这么紧，没见自己的寨子吧？寨子是原来人留下的。你把他们杀了？没有没有。但是我知道他们惹祸了。惹祸？惹什么祸了？圈个老神仙，抓走了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。 然后姓孟的那伙人，又去登门要人，结果一个都没出来。小雀儿，青阳为什么要抓那丫头？听说青阳的老神仙擅长采阴补阳，可能是看上了。抓进去多久了？我们来之前的事儿，不到2个月。 大爷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都说了。杀过多少人？没杀过，我们都是苦人，都是被逼无奈干这个的。魏爷，在。往南不远有个小坡，过了山窝就是寨子，麻烦魏爷帮我看一眼。好。 把人给我看好了，世子放心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世子去哪儿？出去走走。一起。这儿便是阴阳亭，传说京城以此亭为界。山下是阳间，山上是阴间。阴阳恐怕没这么容易分清吧？是啊，这世上本就是阴阳难分，人鬼莫辨。 纸笔给我。别动。世子，这夜这么暗，世子是如何将山势看得如此细致的？这亭子以前来过，这景色是记下来的。去哪儿？多喝了点水，我怕黑，得找个人陪着。又怎么了？现在人少，正好溜走。 没地方可去。哎呀，你别在这儿废话了，反正你先跟我走啊，等我把猫带上。世子，您是怎么找过来的？啊，我看见火光，就过来看看。山寨那边怎么样？关了好些女子，都是抢来的，都已经家破人亡了。他们没想着报仇吗？想，可是怕，最后都走了。那些匪徒是送官吗？ 我们两个开玩笑呢，我们不想逃，我们两个。学校只让我保护徐凤年，其他人和我没有关系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拦着。 赶紧走，走！不用了。北凉离这里不远，我若真跑了，一支信鸽就能把消息送回去。你总得试试吧？没机会，何必徒劳？嗯，哎，我。 我是觉得你不想走，外面说话你能听到。我想听见就能听见。怎么样，小姑娘，要不要跟我学武功啊？有了一身本领，走也好，留也好，都随你心意。不学。 世子说了，被伤害的人害怕了，没关系，他们的仇，我们来报。什么意思？寨子里面那些女人的话你可不能信，她们都是贱命啊！我们有很多金银财宝都可以献给你们，只要你们放过我啊！八空。 我怎么不行啊？我教你啊。 徐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会走的。等教会了你，我再走，好不好？那，你以后要回来看我。一定回来。世子大宰，这是把山势都记下来了，总不能白走了这河山。人都杀了，叔就会御前堂把人埋了。嗯，魏爷爷是有话想说。世子，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官府？我送去的人，官府未必会杀。 跟北凉有仇的，朝廷都会报。当然，这些只是些山匪，无足轻重。但我就是怕万一啊！这么多条人命的仇，不想让他们有机会逃出生路。那些山匪也是罪有应得。不是所有的山匪都这样的。当年老孟头，别说杀人了，打劫的时候遇着苦命人，他还要自掏腰包。 我跟老黄身无分文，被他给劫了。走的时候，他倒给我们好多钱。那也算义匪，根本就不能算是匪，只是活不下去的山民罢了。他们老弱妇孺都有，还有个小丫头，叫做小雀儿，天天缠着我，跟我学吹叶子，还老是偷老孟头的肉干给我。就是那个。 被抓去青阳派的小丫头，青阳派吴灵素，先帝御赐，京城王名号，自立神霄派，继武陵门派，又是皇室耳目。青城是北凉境外第一关隘，这吴灵素，其实就是暗中监视北凉。我知道，这次路过青城山。 本来打算好了，要避开青阳派的。世子做得对，此时正跟朝廷保世袭罔替，就不能和吴灵素起争执。我答应过小雀儿，要回来找她。被抓这么久了，到如今什么都晚了。 是啊，晚了，就无聊了，收了吧。宏大使者需借机用人，权衡利弊。反正人已经没法救了，这账大不了将来再算。 可万一人还活着呢？世子，大局为重。魏爷爷，我恐怕不是干大事的人，我要闯这青城山。伤痛的花，淹没灿烂的开吧。我在跟黎明作赌，赌你一定会回答。原谅这悲剧收场，感动遇见的刹那。其实雷鸣在闪烁。 即使我这样滑落，我会在你离别时倒下，让记忆停格成花。当岁月过境千帆浮华，谁会再去打开它？只此今生就这样已足够。 倾尽所有的感伤，只为看透。我会再与你一生的情话，了解人间的牵挂。只此今生，一生一人相守。良辰美景过后，你是苦衷。当遗憾中有重来的办法。 你还会记得我吗？